目前全世界美容整形的技术，韩国已经是领先的地位，台湾医疗美容业者也吹起一阵寒风，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韩式美容跟皮肤保养。台湾雨桐国际有限公司特别跟韩国 SCC 环球集团合作，引进韩国新型的美容保养技术，让民众不用动刀，不打麻药，就能够达到类微整形美容的效果。2018年11月15号，雨桐公司还在台中市新享道酒店举办一场发表会，希望提供给爱美的女性一个美容保养的新选择。因为我们韩国大家都普遍知道，韩国女生是非常的爱美，然后在美的方面这个板块的话是非常的讲究，那这个技术的话在台湾竟然都还没有发表过，我们就一定要把免动刀、不打麻药、无微创伤口的这项技术完全的带到我们台湾的女性同胞。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当中，也有韩国专业的美容老师前来示范美容保养技术，在模特儿身上涂上了保养品，反复的按摩之后就能够轻松达成美白、瘦脸、水光、去皱纹的效果。韩国 SCC 美容集团表示，希望引进这一种美容技术，让台湾的女性也能够受惠。우리제품은간단하면서도그리고간단하면서도아주쉬운기술로얼굴에여러가지각질제거나그리고피부그리고미백여러가지효과를낼수있는아주좋은테크닉을갖고있고그리고제품자체도탁월하게우수합니다台湾雨桐国际有限公司表示，这次引进韩国的美容技术跟各种产品，希望打造连锁美容体系，欢迎大家来加盟，带领台湾美容业国际化，以跨国企业的胸怀凸显台湾美容业的软实力。记者陈文旭、杨静，台中报道。